心灵晚岛，忙碌了一天，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心灵晚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为你加油，为你充电。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心灵晚岛，我是英如。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微笑了吗？微笑是最好的美容圣品，微笑让我们的气质加分，微笑能够拉近我们与别人的距离，而微笑也可以是一份真诚的礼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份爱的给予。给自己一个微笑，给别人一个微笑，是微笑哦，不是假笑。要真诚的微笑，不要假假的微笑。假假的微笑会让自己呢不高兴，真诚的微笑才会让自己感到幸福，是吗？先让我们来聆听这首张辉道校长他所创作的歌曲《我们》。那张辉道校长呢，他是台湾台中的新社昆山国小的校长，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校长，很喜欢创作音乐。他带着学校的老师跟孩子们共同创作了《爱的城堡》这张专辑。那么这首歌《我们》是他带领全校的老师一起来的大合唱。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让我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曾经天马行空，因为有你而勇敢的梦，曾经疯狂世界，因为有你不停的转动，曾经黑白绿红，因为有你而与众不同，手牵着手我们一起走，曾经天马行空，因为有你而勇敢的梦，曾经疯狂世界，因为有你不停的转动，曾经黑白绿红，因为有你而与众不同，手牵着手我们一起走，你说过你不怕黑，不怕麻烦，不怕累，你总是在黑暗中当个温暖的小天使，你说过你不怕黑，不怕麻烦，不怕累，你总是在黑暗中带我前进，带我飞翔。送给你这首张辉道校长还有其他的老师们一起合唱的《我们》，很温馨很温暖的歌，也希望能够唱进我们的心坎里。好，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故事就说到，曾经有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在卖完了大部分的玫瑰花之后，手上还剩下了一朵玫瑰花，她就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就顺手把这玫瑰送给了乞丐。那这乞丐呢，从来没想过会有美女送他花，或许是他从来没有用心的爱过自己，也没有接受过别人的爱。当他收到那朵花，他做了一个决定，今天我不要行乞了，我要回家。他就站起来回到家，回到家之后，他就东翻西找，找出了一个瓶子，把玫瑰花插在里面，把花瓶放在桌上，静静的欣赏。忽然之间，他发现这么漂亮的玫瑰花怎么能随便插在这么脏的瓶子里，他就决定把瓶子洗干净。做完了之后，他又忽然觉得这么漂亮的花和这么干净的瓶子怎么会放在这么乱的房间里呢？于是他又把整个房间打扫了一遍，把所有的物品摆放整齐。正在陶醉的时候，又突然看见镜子当中，哇，
怎么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呢？简直像个野人。哇，他一定是很久没照镜子了，想不到自己居然是这个样子。于是他立刻跑去洗澡，而且是这么多年来唯一洗过的第一次澡。洗完之后，找出了几件显得有点破旧但比较干净的衣服，再把胡子刮一刮，从头到脚都整理了一番，再照照镜子。哎，他发现有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年轻帅气的脸庞出现在镜子里面。哦，原来他不是一个老乞丐，是一个年轻的乞丐。他就开始思想了，其实我很不错的啊，我干嘛要去当乞丐呢？他的灵魂在那瞬间觉醒了，他当下就做出了一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不想再当乞丐了，他要去找工作。因为他不怕脏也不怕累，他很顺利的就找到一份工作。或许是那朵玫瑰花不断的激励着他，也随着他不断的努力，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不断的打拼，累积着成就，后来他也成为了一位企业的老板。真奇妙啊，这整个改变是从那一朵玫瑰花开始的。这玫瑰花好像是一份对人生美好的希望。想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一朵玫瑰花呢？让自己有开始小小的改变。当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人事物似乎也跟着改变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美女，或者是帅哥，可以把手中的这个玫瑰花大方的分享给身旁的人。你觉得什么是玫瑰花呢？我觉得一个微笑，或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肯定，一个赞美，一个鼓励，你的分享都好像是这一朵玫瑰花一样，可以带来温暖，可以带来幸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微小的爱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是赐生命的主，你是赐希望的神。主啊，当你把希望把祝福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把这祝福分享给别人。而福音就是好消息，盼望这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听见这属天而来的好消息，能够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拯救当中活出有盼望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高兴和你相会在心灵晚祷当中，一起分享这愉快的时光。如果你有任何话想要和英如聊一聊，欢迎你进入秋恩之声的留言板留言给我。祝福你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你说过你不怕黑，不怕麻烦，不怕累，你总是在黑暗中当个温暖的小天使。你说过你不怕黑，不怕麻烦，不怕累，你总是在黑暗中带我前进，带我飞星空，因为有你而勇敢的梦。
曾经疯狂世界因为有你不停地转动，曾经黑白绿红因为有你而与众不同，手牵着手我们